一样是我们的软料丹宁薄款，然后呢一样有做口袋给大家，但是它最特别的是它的色泽，它是全身蓝，但是它是亮深蓝，所以你会发现腿部特别的提亮，然后整体穿起来我觉得它的那个氛围跟它的气色非常的好。还有呢，牛仔外套它是一个完全正常版型，所以不论你是第一次来还是你是高矮胖瘦，通通都一定可以穿哦。它的裙子绝对 SML 通通可以驾驭，而且轻轻松松舒舒服服。我再站远一点，它最棒的就是整个完全修直笔直的身材，还有里面不需要再穿任何的安全裤，完全不需要。而且它这个扣子是说假的，假单扣，假单扣。你看到我 MIT 的袖子蓬蓬的，对不对？你也不用担心，哎，会不会袖子穿不进去啊？会不会卡卡的？我跟大家讲哦，完全不会。牛仔外套是有口袋的，在这边。这一次它是切齐的，让你做一个很漂亮的视觉效果。看你要折。然后把它推上去，它反而有一个撞色的效果，有没有？我觉得折起来也非常的利落。